肾的救星被发现了，胜过各种补药。睡前吃上点，当天晚上精力十足。不管你今年是30、40、50还是60，这个方法都管用。你不要再去相信外面所说的吃鹿茸羊腰子能够补充阳气，这些都是治标不顾本。如果你随便运动两下就流虚汗，白天昏昏沉沉，浑身没劲，一天排便5、6次，晚上睡觉流口水，有这些情况的朋友是你的肾越来越虚了。一喝酒就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口干有口气吃它，肚子大吃它，指甲有竖纹吃它，眼睛干涩模糊吃它，嘴巴流口水还是吃它。你就算什么补品都不吃，给大家分享一个从古书上找到的方子，可以帮助你补充身体的亏虚，助眠安神。取黄芪、党参、麦冬、西洋参，把这些放在一起，用开水冲泡5分钟，每天一杯，坚持一周，你再看看。嫌麻烦的朋友，左下角的小黄车里有给咱们配好的成品，里面都是精选的4味原材料，每次一包，开水冲泡5分钟，喝起来呢，口感清润甘甜，赶紧去试试。